八段锦功法要领：一、心情平静祥和；二、呼吸深长自然；三、动作缓慢柔和；四、用力抻筋拔骨。每一式练习时，随着吸气，动作抻拔到极处时自然停止。体会抻筋拔骨，也就是伸懒腰之尽力。稍作停顿后，瞬间呼气放松，动作收归复原。第一式，两手托天，理三焦，胸膈以上为上焦，胸膈与肚脐之间为中焦，肚脐以下为下焦。双手向上，拔伸腰背颈椎，提拉胸腹，功效为抻筋拔骨，拉伸任督二脉，使全身气机流通，开启全身气脉。第二式，左右开弓四射雕。左右手如同拉弓射箭，抻拔背阔后背及脖颈，伸展按摩心肺等内脏，功效为排出胸中淤气，增强心肺功能，改善头部循环，解除疲劳，振奋精神。第三式，调理脾胃虚单举。左右上肢松紧，配合上下对拉拔伸，牵拉胸腔腹腔，其功效为打开肩关节，舒肝健脾，有助于消化吸收，促进新陈代谢。第四式，五劳七伤往后瞧。整条脊柱螺旋拧转，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、骶椎、尾椎节节贯穿，松紧交替，使骨节之间抻拔松开，功效为刺激整条脊柱和胸腺，增强免疫力，去除亚健康。第五式，摇头摆尾去心火。上身前俯，头部摇动，臀部摆动，灵活盘骨，功效为使心火下降，水火既济，消除心烦心悸，失眠多梦，口干口渴，五心烦热，舌尖红赤，口臭口疮，尿赤便秘等症候。第六式，背后七颠百病消。颠足而立，拔伸脊柱，下落正身，脐颈落松，百练不如一抖，功效为增强脊柱椎体关节弹性，震动五脏六腑，排出浊气，消除百病。第七式，攒拳怒目增气力。马步冲拳，怒目瞪眼，一松一紧，前后争力，腿部大筋绷紧，丹田固密，功效为疏肝理气，肝血充盈，精气含藏，筋骨强健，久练攒拳，气力倍增。第八式，双手攀足固肾腰。前屈后伸，双手攀足，拉伸腿部后侧与腰部，功效为合带脉，通督脉，生精化气，固肾壮腰，将五脏之气收归于肾。以上八式，每式练6至8遍，八式练完算一套，练完一套大约需要10分钟，既达到了健身效果，又不感到疲劳。坚持练习八段锦，具有柔筋健骨、养气壮力、行气活血、调理脏腑之功效，又能加强血液循环，改善神经系统，按摩内脏器官，增强人体免疫，对人体有良好的正向调节作用。